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先来有请昌平曲协评书艺委会主任李浩洋老师，那么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演啊，让李老师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评书这门艺术，掌声有请。多热情，说上来给您介绍，不敢说介绍，来到咱们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呢，我们心里边也十分之高兴，因为能跟亲爱的同学们呢，咱们一块儿研究交流。大伙儿呢来到这儿呢，您肯定是对我们这个曲艺艺术感兴趣，要不然呢您也不会坐在这儿。当然了，接下来呢后边的演出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用您最大的热情，哎，最好的状态来跟我们一块儿完成。光有演员没有观众不行，光有观众没有演员也不行。所谓现场的艺术嘛，就是咱们台上台下视为一体，需要这个台下台上呢，咱们有一种互动啊。没别的，谢谢大家了啊。要说这个来到咱们大学呢，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因为我们演员呢没有什么文化啊，我一上来呢，大伙儿我相信基本上都不认识，是吧？做个自我介绍啊，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我呢是可以说是咱们昌平曲协评书艺委会的这么一个，不敢说叫负责人呐，我是这么一个干活的。您有知道呢，这个就像咱们学生会也是，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是什么呢？那就是服务于学生的。我们评书艺委会，我这来个主任，我干什么呢？我就给后边人啊服务的。这个做个自我介绍吧啊，学徒我姓李，叫李浩洋，没有什么名气。这个说评书啊就是这样，这跟别的曲艺形式不一样啊。你要看说相声，俩人上来怎么说都热闹，对吧？尤其我们这个人数上边跟说相声的这个还有区别。说相声俩人上来，我们这一个人上来，但是这个一个人呢就得给您说个故事。说故事形式也有很多，我不知道在场亲爱的同学们，您有听过评书的吗？听过啊，要啊，没少听是吧？啊，有听过我的吗？啊，没有。好，太棒了啊，这就叫自取其辱。这个我们这场呢还是新书，跟传统书不一样。你要知道这说评书的，说传统书的比较多了啊，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薛仁贵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义和拳白莲教四个娘们红灯照，这都是传统书。我们这场的您也看了啊，这是长城文化带啊，这个书呢是我们后边我们这些个演员一块编纂的，这主要呢是为了服务咱们群众文化吧，对吧？而有什么好不好到不到的呢，我希望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您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还有一个跟其他曲艺形式不一样的什么呢，咱们旁的不说，就说相声吧。相声俩人呢他是上来逗乐，我们评书呢也不能说没有包袱没有笑料，但不拿这个作为主导，一个人说呢就得给您说个故事，对吧？有，但是您说说评书的演员，大伙儿知名的啊，可能您有爱听评书的，您知道袁善田刘这四位老先生，人您都知道啊，啊也没有知道的啊，评书完了啊，这个那些老先生人有玩，为什么说评书的演员，各位，跟这说相声演员上面也得有区别。说相声现在在场的可能女同学们啊，您看说相声也好，您都找那个年轻漂亮的看。对吧，咱不用害臊啊，这确实是我们也爱看年轻漂亮的，但是我们不看相声演员是吧？我们看的影视演员啊，这个那说评书不然，为什么呢？说评书得年纪越大他说的越好。怎么年纪越大他台上说的话各位信？您这玩意儿，我们年轻，我们说完您不信？信啊啊，就一个信的啊，对吧？为什么年纪大他们说的好？他们有生活经验。我们老先生站这儿甭多了啊，您到时候帮我们那导演，我们导演今年58岁了，在那309那儿坐着呢。
让他上来就不说说评书，他把他这些年搞对象的经历聊一聊，大伙听着也很开心，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呢就给您说点这个，忠臣孝子，一夫结妇，为了弘扬正能量。当然了，说半天了，您看说书啊，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道具，跟说相声的也有区别。你看说评书三样东西什么呢？扇子、醒目，哎，还得有个手绢。这扇子干什么用的呢？这个扇子是作为道具啊，比较用的，作笔成样。您要说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醒目。您看就这么一小木头，这干什么用的呢？各位得跟您聊一聊，这过去来说说评书拿这个这么一摔要钱，这现在来说基本上就一个作用，就是找大伙要掌声。一摔这个就是告诉大伙可以鼓掌了，可以叫好了。为什么呢？一个人说到一个结尾，如果说没有一个辅助的道具，大伙不知道是结尾。你说相声俩人甭管怎么着吧，啊，俩人对着骂你这个你那个，你这个你那个，最后去你的吧，鞠躬下去了。我们说评书的不能这样啊，我们说评书的就得有这么一道具，是吧？这一摔这个呢，就是告诉大伙儿可以鼓掌了，可以叫好了。咱们试一试啊。哎呀，我这个心里边暖和和的啊，谢谢各位啊。当然这个说摔也不能老摔，是吧？一般来说呢，摔完之后得念个定场诗。定场诗过去干什么用呢？压眼打钱。这一说这个评书演员一说话，这大伙呢就吸引您的注意力啊。当然这定场诗呢现在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形式。随便念一个啊。一字开天辟地，两仪变有无身，曾教三界废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身，六合乾坤混搅，七名北斗难分，八方世界有谁尊，九天难不我，十万总魔君。